今年是我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这个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中方真诚希望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走深走实，各国团结协作，戮力同心，携手开创亚欧合作新局面。